线路も見えます。汇津铁道位于福岛县中部，北起西若松站，南至汇津高原尾濑口。因为两侧均有绵延的山脉，所以这一路包括福岛县内都有非常多有名的温泉，且一路往南经由川治温泉，可连接东武铁道到达日光鬼怒川温泉。所以人生的梦想就是这一路啊，一天换一个地儿，一路泡下去。刚好的是红叶季，还挺漂亮的。汤野上温泉站，はい、岡松行きです。駅まもなくの発車となります。閉まる扉をご注意ください。芦之木温泉是1200年前便开汤的温泉乡，据说是由云游的僧人发现，毗邻阿贺川，环山围绕，泉质优良，是很适合在大自然里放空的好地方。距离温泉镇最近的芦之木温泉站，据说1999年在当地小学生的请求下，一只流浪猫住进了这里，于是就成了初代名誉猫站长。2008年去世后，现在有3只猫咪轮流上班，迎接每天的列车和乘客。因为已过世的初代猫站长被过多的闪光灯伤害了视力，所以现在站内禁止拍摄猫咪。车站旁边还有一个汇津铁道神社，很小的一个小的神社，都是猫站长的照片。走走走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看起来好像很豪华的地方的感觉。啊。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很大的大厅啊。今天好像感觉客人还挺多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感觉是衣服也有卖的，还有一些纪念品。现在是在5楼，搞不太清楚，他们是两个馆的，应该是这个吧。我现在搞不太清楚是不是这儿。是这儿吗？好像真的不是这儿，好像不是这儿。搞错了，
然后这边呢，进门，首先这儿有一个台子，上面有烧水壶，他已经帮你煮好水了。然后呢，这有一个烧水壶，底下是冰箱。然后呢，这边是一个洗澡间，还挺全，这还有，这叫什么卸妆的，洗脸的化妆水乳液，然后呢，这是化妆水，这还有这个头上用的这个，这边有一个小的水池，这吹风机看起来就可以看得出来年代感了，这个感觉很像是日本那种家庭式的那种。お風呂。但是其实我估计可能用的人比较少，因为他们这是主要是主打温泉的。在浴室的旁边，这个是卫浴分离的，然后这边有一个洗手间。然后呢，这边就是房间了，还挺大的。就是已经帮你把床铺好了，日本的这种旅馆的就是在你入住之前的话，他都会帮你把床先铺好的。当然有些也是那种，就是你去了之后，如果是比如说去温泉的时候泡澡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帮你铺的也是有的。就是如果是房间比较小的那种，因为他一铺上的话就只能睡觉的话，那种的时候他可能会晚一些。然后他的空调什么都帮你打开了，所以其实现在还挺暖和的。这边是暖气，这个桌子一个人用的话真的是很大。同样在桌子上呢，还有这样的一个，一般旅馆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是茶具盒吧。这个床，这个被子真的是感觉很舒服的样子，哇，这个睡起来应该很舒服，应该也很暖和。然后呢，它这边有一个柜子，这里面呢是可以搭衣服的，有这衣架，然后呢它有这个就是附这个睡衣。浴衣浴嘎达可以放在亮一点的地方。他这边还送了一个袜子，这是男女通用的一个袜子。然后呢梳子，然后他给你这个小袋子呢，其实就是说因为你要去泡温泉的地方的话，它里面是没有毛巾的，所以你要把房间的毛巾带过去，所以他给你附送就是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袋子，你直接可以拎着这袋子过去。然后袋子里面呢，它放了一个这个牙刷，还有就是一个一般日本人泡温泉的时候呢会带这样的一个小的白毛巾啊。但是大家就是注意，日本的泡温泉比较忌讳就是这个毛巾啊，你可以带进去，但是你不能把它丢进池子里面啊，这个是比较忌讳的。
上的套餐。这是味噌汤。吃完饭回来了，休息会儿，看会儿电视。上来之后呢，给你这一大盒，这盒看起来很大，上面这有一层，好沉，好沉呐、啊。应该就是腌菜，然后呢，这个好像是水果吧，然后呢，这边是应该是土豆泥吧，这是海带，一小片鱼。这个应该是牛蒡吧，然后绿绿的那个应该是豆腐吧，然后旁边这什么东西我其实也不太懂，有面筋塞肉吧。然后呢，他会一人给你一盒这个饭，他还特别说了，这是这个叫コシヒカリ月光米，然后呢就是用这个碗来自己盛就好。然后呢，这边还有纳豆，茶，冰水。从温泉旅馆出来，这个小城感觉也是没什么人，而且呢，日本其实很多的这种就是温泉地啊，都慢慢的会出现这种凋敝的现象，我觉得可能还是主要是人口减少的问题吧，基本上各大的这个温泉地的话都会有就这种情况。眼前的这栋楼之前呢应该也是一家这个温泉旅馆，现在已经肯定是很久都没用了，完全都是破破烂烂的样子。这家呢，以前看起来应该叫竹泉吧，荒废了整个。这边还有一个足汤，也没什么人。真的是温泉地啊，温泉真的是不缺。哇，还挺舒服的，这水温。足浴的旁边有一个这个5块钱，五元在日语里的发音和缘分的发音是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5块钱呢一般被认为呢是比较有缘分的，所以大家在神社里面投这个硬币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也是会选择5块钱来投的。然后呢这个上面呢还放了一些钱，看这温泉的气儿。
然后呢，旁边这也是足浴汤，到处都是足浴的汤。ございます。どうございます。又回到柳枝木温泉站，这边今天车站这边很多人，它有个什么大户厅地产产品，就是他们当地的产品销售的一个地方。哇，这大牌子还够大的，一颗200块。价格倒是真的很便宜，然后呢，这个大根呢也是真的很大的根，也是，这大根真的是很大，一个两百块的，这个萝卜真的很大，还有葱，为什么会长这么长的萝卜？这个其实洗锅用这也挺，这还真挺不错的。哦，还有米。这边有一个 YouTube 的人在现场直播的，现场直播的 YouTube 应该是当地的宣传的吧。ありがとうね。一つお願いします。550円になります。はい。支持一下当地吧，收入的一部分是用于汇金若松市地域福祉的志愿。